Analysis. So why did you guys curate this brand new mobile version of it? Okay. 扩大义务的影响力，原因是一方面是我是一个义务的老玩家，有这方面的期望，另一方面 CCP game 这一块也希望能够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这一块扩大影响力这块是双方能够达成共识的。嗯，然后其次是因为我们所在的 NE 就是 NetEase 团队这一块，我们在与端游转手游这方面有比较那个 The View Drop， 我们也希望在手游方面做一些